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16年伯克利音乐学院新春音乐会的现场，我是来自波士顿大学的主持人曾宇翔。大家好，我是同样来自波士顿大学的主持人万涵一。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great honor to welcome you to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2016 Lunar New Year Concert. I'm Lisa Wan from Boston University. And I'm Jerry Zhan. 那其实我和韩一啊也是老搭档了，很久以前呢就曾经在 BU 的舞台上有过合作。那么今天也很有幸一起来到了久誉盛名的伯克利表演中心，我想这一切也是非常的有缘分哈。没有错，伯克利的舞台就是这么的具有包容性。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学校，今晚我们将用音乐共贺新春。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二，我们两位主持人啊，在这里先给各位观众拜年了。千祥云集庆有余，百福骈真贺新春。我呀，祝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锦上添花。那么既然今年是猴年啊，我就要祝大家事事猴顺利，天天猴开心，从早到晚猴幸福，一年四季猴平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本次晚会的赞助商，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美洲公司、Koi 九宫格火锅、阿米哥、黎记秘制卤肉、南北河餐厅、日出茶太和波士顿校园快餐。感谢以上商家对我们晚会的大力赞助与支持。那么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观众，今天晚上的第二次抽奖方式啊，是关注阿米哥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米哥请抽我，获取抽奖号码。是的，刚才大家欣赏到的开场曲啊，是不是非常的耳熟？我听到有人说是西游记，也有人说是春节序曲，其实都没有错。这首好听的改编曲啊，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侯赛雷》。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郭雅致老师带领 House Band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是的，那么郭雅致老师呢，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锤。哎，听完了这首专门为咱们猴年音乐会所改编的春节序曲啊，我真的是觉得，你看咱们郭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用一把唢呐就把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是的，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呀，是一支全明星乐队，他们是 Sun Beats。其实啊，去年 Sun Beats 就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主题为爱与信仰的巡演。没错，对于 Sun Beats 来说，音乐源于爱，音乐就是他们的信仰。那我们还等什么？赶快把舞台让给 Sun Beats 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d like to bring Sun Beats to the stage to perform their songs. Let's welcome. Welcome. How's everybody doing tonight? Woo! Let me hear everybody scream! Woo! 新年快乐！不害怕受伤，我依然还坚强。
动，现在变得冷静沉默就不代表我变得软弱，就好像 Flappy Bird 在高楼自由穿梭，梦想再坚持一下，我就是下一个城市传说。我的眼睛比你想象的大个，我的心脏比你想象的大颗，所以可以预测我的蓝图说来比你想象的大声。他们说我对梦想太现实，但我在这儿通往成梦的末班车现在还没发车。Once more, whoa!
非常感谢 Sunbeats 激情四射的表演。哎 ，Jerry 啊，既然我们是站在了伯克利这座音乐界殿堂级的舞台上，不如我们先聊聊音乐吧。好啊，哎，那海英，那我先来问问你啊，你小的时候有学过什么乐器吗？我从7岁开始就学钢琴了，现在有空的时候还会弹着玩一玩呢。咱俩还真是差不多哈、啊，我呢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哎，那弹了钢琴这么长的时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作品或者音乐家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肖邦和舒伯特，你呢？哎，我也非常喜欢肖邦，特别是他所写的那些圆舞曲。哎，可是我想来想去，我发现好像我小的时候弹的最多的还是钢琴考级那几本书啊，一年考一级，一年弹一本。他弹到最后啊，我整个人对于钢琴的兴趣都已经几乎没有了。那我记得考完最后一级的时候呢，是小学6年级毕业，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放弃了钢琴有将近6年的时间。其实我们的经历也差不多，我小时候学钢琴的这个选择是我父母替我做的，所以在一次一次的练习之后，我也觉得钢琴枯燥无味了。哎，但是我发现啊，高中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如果能够把那首歌曲一样弹下来的话，那该有多好啊。所以啊，这一次我就凭着我原来那点基本功，还有打下的一点小底子，又把钢琴重新给捡起来了。那这一次呢，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了。那当然了，因为这一次你是发自内心底的喜欢上了钢琴呀，少去了那些不必要的压力，只为了取悦自己的心情，这才是学习音乐、品味音乐的最好状态嘛。是啊，那我相信在伯克利的各位同学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心中的热情就是大家最好的动力了。是啊，相信大家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能够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乐队啊 ，The East Grooves， 他们呢就是一支充满活力的乐队，他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欢乐，而对于他们来说，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理念：如果不带感，绝对不可弹。下面让我们有请乐队 East Grooves 为我们带来《自以为》。Now we would like to bring the stage to the band, the East Grooves, to perform their songs. Let's welcome. Welcome. Check.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装过头不理我？哈巴宝贝，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100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折磨。他把宝贝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100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己。
谢谢 East Cruise 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是的，哎 ，Jerry 啊，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到春假了，不知道你有什么安排吗？哎呀，这机票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贵。我啊，早就做好计划了。我呢，准备和我的小伙伴啊，一起一路南下，到温暖的南海岸迈阿密去自驾游。哇，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嘛。我呢，是想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盐湖城附近的国家公园玩，但是好像春假的时候还有点冷，所以我在考虑下个假期要不要去一个温暖的小岛消遣下时光。可以啊，哎，我觉得你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嘛，比如说墨西哥的坎昆啊，巴拿马的粉色海滩啊，泰国的普吉岛，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这些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呢。有点太远了吧，我只不过是想简单体验一下热带风情罢了，跑那么远真是太拼了。哎，那不如啊，咱们今天就在这儿体验一把。好的，那我不得不佩服伯克利这个神奇的舞台了，在这冰天雪地的波士顿，我们还能够欣赏到来自东南亚乐队的表演。是的，接下来要上场的这支乐队 The Corner， 他们的成员呢是全部都由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千里迢迢来到波士顿求学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让他们带给我们一首温暖的歌曲 My Everyth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bring the stage to The Corner and they will perform My Everything. Welcome.
you go.
谢谢这群来自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可爱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 My Everything。 哎，韩亚，这我能问你一个关于咱们音乐会的问题吗？行啊，问吧。你知道这音乐会还有多久结束吗？哎，怎么了你？刚开始就想不干了？哎，不是，我这是，哎，准备的时间太久，这也有点饿了，就是。怎么回事啊你？我啊，刚才在后台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哎，这个味道闻到啊，想马上飞回家去过年了都。我知道了，你就别打歪主意了。那个呀，是专门为我们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提供的第一份大奖——离记卤肉福袋。哎，那说都说到这儿了呀，那不如咱们现在就来为大家开启今晚的第一次大奖吧。有请。来看看，看看我的幸运之手会抽到谁。来，186652，有这位朋友在场吗？186652，在场的话请起立，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联系好吗？有吗？没有是吧？那我抽下一个啦。有吗？186652。好，已经过了，下一个。有吗？过时不候啊！过时不候啊！下一位了。有啊，有哈。有啊，让我们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福袋。非常感谢离记秘制卤肉啊为我们提供的这份奖品啊，请去后台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好，非常恭喜这位观众，谢谢，谢谢，非常幸运啊。是啊，这新年新气象就抽到了这么一份大奖。是的。韩一啊，我也好想吃这份卤肉啊。得了吧，不过没关系，吃不到学姐的卤肉饭，我们还可以下载专约留美学长的阿米哥 APP 啊。在此温馨提示，今晚的第二次抽奖方式是打开你们的手机，关注阿米哥公众微信号，回复米哥请抽我获取抽奖号码。那么阿米哥为大家也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那么三等奖呢是蓝牙音箱，二等奖是价值150元的保险卡，那么一等奖呢是一张价值200美金的 iTunes 礼品卡。那么在此我们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抽奖通道即将关闭，那么大家手里动作也要快一点了。哎，如果大家觉得场内信号不太好的话，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我们赞助商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电话号码。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为在美华人提供最具性价比的通讯服务，独享中美通话、无限流量、一卡双号等多种特色服务。看伯克利新春音乐会，吃 Koi 九宫格火锅，好吃不上火，美味齐分享。别忘了饭后再来一杯日出茶太奶茶哦，爽口不腻，冬日必备。可是韩一啊，韩一啊，我还是好想吃那个卤肉饭，怎么办啊？你能不能有点追求，有点梦想啊？哎，人间有真情，人间有梦想。哎，韩一啊，让我来采访一下，请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这儿不是好声音的舞台，我也不是汪峰老师，你也别想上头条。哎，你这不是说到梦想吗？哎，这让我想起啊，其实风靡全球的好声音舞台就是一个追梦者的舞台嘛。没有错，下面我们就要欢迎一位伯克利的追梦者郑俊树上场了。他曾经是那英老师的小二班中的一位明星学徒，富有最美男中音的称号。今天他将带来一首原创歌曲《你的音乐梦》。是的，那么这首《你的音乐梦》呢，其实也是我们 House Band 成员曲阳同学作曲编曲的一首原创作品，人气很高。曲阳同学呢，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小有名气的音乐制作人，看大家现场的反应，我们也有所而知哈。那么大家在中国梦之声、中国好歌曲等多个国内大型专业的音乐及娱乐平台上，都能够找到他曾经的身影及足迹。人气真的是很高，我都羡慕了。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bring the stage to Jin Shu Zhen, a talent singer bringing his original song. Welcome. Let's welcome. How you guys doing tonight?
肩膀放松，吉他一弦开到最大，连着乐谱 solo 的技法，你我能坐下有他，看看气氛融化，笑过嘶喊，每一个触动和感动都为音乐而心动，有旋律颤动和浮动都有风格而不同，夹住你的痛，清清喉咙，过来拿起麦克风，再看一个 set me up， 所有人开始演奏，肩膀放松，挥舞着双手，跟随歌曲的律动，踏出属于你的节奏，在这几分钟，守住你的音乐梦。
叫做浪里飘荡荡，爱有时忽高有时低，推着我向前每一天。谢谢安琪，谢谢安琪带来了这首《也许明天》，哎，真的是太具有爆发力了。哎，韩一，你看啊，这么具有爆发力的嗓音当中呢，又不失那晶莹剔透的美感。哎，我真是觉得伯克利的舞台啊，太厉害了。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而这里呢，就是他们追逐音乐梦想的道路开始的地方。
没有错，安琪就是伯克利家族中的一员。她这么小的身材能够有如此强劲的爆发力，我们都是没有想到。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够获得2012年度优酷牛人的称号。哎，你知道吗？像安琪这样的追梦者啊，在伯克利还有很多。那么接下来又和大家见面的这位魏恩佳呢，也是他们志同道合的好伙伴。恩佳从古典钢琴到爵士唱法，他每一次对于不同音乐形式的尝试，也是他想成为全能创作型音乐人的契机。下面欢迎魏恩佳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老歌《情人的眼泪》。Now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恩佳 Wei to come to the stage and perform her song.Let's welcome. Welcome. Thank you.
眼泪不会掉下来。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美好都藏在你脸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What? Oh no， 现在我谈论了我的选择。我想着你就写了这首歌，简单的 Oh no， 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前奏。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非常感谢于嘉韵给我们带来的原创歌曲《我想》，怎么样？大家还喜欢吗？是真的喜欢假的喜欢，大家能不能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一下对大家喜爱和欢迎啊。哎，韩一啊，你知道吗，其实啊，嘉韵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学习钢琴和吉他了，她非常擅长音乐的创作。我知道她来到伯克利之后呢，发展其实也非常的顺利。其实啊，我最佩服嘉韵的不仅是她的好嗓音和掌控舞台的能力，而是她的音乐创作能力。对啊，就好比他刚才这一首原创歌曲《我想》，哎呦，唱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啊！我相信台下的观众一定和我也是感同身受。哎，那么台下喜欢他的观众呢，记得下载网易云音乐，去上面关注他，给他点个赞哦。看来 Jerry 你还是比较喜欢音节奏比较快的歌曲吗？其实还好，最近听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是音乐剧多一些。哎，比如说这个由小说《化身博士》而改编成的著名百老汇音乐剧《Jekyll and Hyde》。哎，如果有机会能够在伯克利的舞台上去欣赏一下，那真的是太幸运了。你还真别说，今天你在这儿就能够满足你的愿望。马上要出场的两个韩国姑娘 Angela 和 Jonah 就要为我们带来经典音乐剧 Jekyll and Hyde 中经典的一幕 In His Eyes。 Now let's welcome Angela Sung and Jonah Park to perform In His Eyes. Welcome.Okay, I just learned it. 新年快乐！恭喜 ！Thank you. What is that? 恭喜！恭喜！发财 ！Thank you. 차두야 Sit and watch the rain and see my tears run down the window pane. I sit and watch the sky and I can hear it breathe a sigh. I think of him, how we were, and when I think of him.In his eyes, I can
谢谢 Angela 还有 Jonah， 非常可爱的两位韩国姑娘啊，刚刚唱的歌也是相当的震撼。是的，哎，韩一啊，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哎，你觉得音乐可以代替语言去沟通吗？那肯定行啊，你想，我们中国不就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吗？伯牙仅仅通过奏琴，钟子期就能知道他想表达的想法和情感。那么今天在伯克利的舞台上啊，我们也有这么一位用音乐说话的人，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伯克利就读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的王月恒 Marvin。 今天 Marvin 将带给我们他的原创歌曲像花一样，相信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肯定很好奇 Marvin 会通过这首好听的歌跟我们说些什么呢？Now we would like to bring Marvin Lorenzo on the stage with his original song, Like Flowers. Welcome.
向我隐忍，狞笑着向我隐忍。谢谢。谢谢 Marvin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我相信 Marvin 其实也是我们波士顿地区各大舞台上非常熟悉的身影了，他也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哈。那么我觉得现在啊，不如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哎，等等，咱们这不是新春音乐会吗？肯定少不了对春联这个经典环节了。不如这样，我们卖个关子，出一副春联，让观众朋友们来猜一猜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新朋友是谁吧。好的，那么我的上联啊是新春万福，两片祥云除旧岁。听好了，我的下联是金猴千禧，一代天骄看今朝。哎哎，你看看你这下联出的，哎，如果拿着咱们手里节，如果手里咱们拿着节目单啊，观众朋友应该就已经猜出来了。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呀，就是我们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位天才少年毛天骄。没错，天骄虽然出生于纽约，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今天呀，他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首经典的中国传统歌曲《鸿雁》。Now we would like to bring Ward to the stage with his song, which is a classical Chinese song called《鸿雁》. Let's welcome. Welcome.向南方飞。
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想趁这机会为大家说一个新年快乐，猴年大吉，也想感谢我的 Ranger Body 和 House Band， 给他们掌声，谢谢大家。好，让我们再次给掌声给 Brian。我想在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 House Band 的成员。首先 On the key piano 曲阳，On the guitar 孙逸晨，On guitar 谭英豪，On the drum Jason 张卓越，On the string section Jackie。And cello, Aiden, viola, 蒋兰 and here Kelly, violin, Daniel, Yang Song, Yang Song Kim, and myself, 黄玉军，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 Bass Simon，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啊，刚刚 Jerry 都激动的情不自禁的上台了。哎呀，我们也要再次感谢这个天骄啊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有年味啊，让我们这个新年过得也更有味道了。现在我要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的赞助阿米哥的代表张景珍，他也是前任 BUCSSA 的主席。我们先让张景珍为我们送上一段新年祝福，然后他会公布第二次的抽奖名单。下次上。首先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站在 Berkeley 这个音乐的舞台上，和大家一起享受这个听觉盛宴。
过多的介绍我就不说了，还请大家关注阿米哥，可以从 App Store 下载，并且微信公众号也是同样名字阿米哥。然后今天我来公布一下中奖名单。由于是关注微信号来抽奖，所以我们这边是后台自动生成的一个这个中奖名单。现在是首先说三等奖，一共有三个名额，中奖号码分别是135有吗？135有吗？有的同学请举手示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你。141在场吗？141有人吗？一个那个请举手示意，谢谢你。123123号。123123号有吗？有人，恭喜这三位朋友中了三等奖。那么三等奖的奖品呢是蓝牙音箱一个。下面公布二等奖名单。146 146 146有吗？146号有没有这位幸运的观众？有，在这边。好，恭喜这位朋友。第二位是158158有人，恭喜。然后二等奖是由阿米哥提供的学生保险代金券，价值150元。一等奖下面公布是163163今晚的大奖。163有吗？有就勇敢站出来，我们看不到你，有吗？没有，我们只能宣布下一位了。下一位127127号 127 有吗？127第二次有啊。成交。好，感谢这三位朋友，也非常感谢张景珍。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猴年大吉。谢谢。那么在今天晚会之前，我就提到过，我们伯克利的舞台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舞台。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欣赏到了不同音乐风格的表演，而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则让中西方文化完美交融。是啊，在音乐的伴随之下呢，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啊也是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一个登场的乐队 The Sky Bridge，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希望他们的演出能够为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Now I would like to bring the stage to Sky Bridge and they will perform We Declare Peace. Let's welcome.Hi, good evening, guys. Hi. Thank you so much. We are Skybridge. Skybridge is a band with diversity, and our slogan is we look different, but we all smile the same. So that's our slogan. And then through music, so Skybridge is not a band.Musicians sing to you guys and you guys just listen. No, we are using music to convey this message, and also I want you guys to join. That means you guys need to sing tonight. Are you guys ready for that? Yes! So we're gonna sing a song called We Declare Peace. And I know it's such a simple song and peace, it's easy to sing about peace. But it's still, we still have war in this world. And after I came to Berkeley, I just simply asked myself, like, why is this happening? My friend, their friends are, like, their country is fighting, but they are friends, and then why? So this is something,answer song that I wrote 2 years ago. So I hope you guys enjoy it.
sing together, and you guys can put the microphone here and go to audiences. So they're gonna come to you guys, and then I want you guys to sing together, okay? It's really simple line, and then nothing, like even you sing out of tune, we don't care. The purpose is to sing together, and we're gonna declare peace together. Because this is BBC, and this is Boston, most one of the diversity city, and we're gonna declare peace together, okay? So the line is really simple. Oh, beautiful. Only audience, just the audience. Amazing. Ah, you guys, stop.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尽管天气情况不佳，却依然不离不弃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准备了这一整台演出的 Berkeley CSSA 的工作人员们，谢谢。那么在晚会结束的最后啊，我们还要最后一次感谢今晚的赞助商，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梅州公司 Koi 九宫格火锅、阿米哥黎记秘制卤肉、南北河餐厅。 日出茶太和波士顿校园快餐，感谢以上商家对今天晚上晚会的大力赞助与支持。今天的音乐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再次祝大家新春愉快，我们明年再见。Thank you guys, have a great night. We can sing together, okay? Nice. You guys sounded amazing!